用電視機咁啊！阿姐，早啲。因為他們覺得我們很有期望，但是即我們可能只是想到想拿頭三名都已經很滿足，但我們今次拿到即第一名就即非常之意外咯。級挑戰即你看看你自己願不願意，因為我自己即想過想挑戰一下才來參加，所以應該是即已經有那個心理準備了。訓練那時有沒有覺得即都挺辛苦的樣，還是好開心啊！好開心，都唔會好辛苦啦。我哋都係中意數學嘅人。啲題目咧真係相當之深嘅。你話真係完全等於邊個 level 咧？邊一級我好難講到。不過我真係夠膽講一句咧，就係呢啲題目咧，其實好多大學生都唔識計嘅，真係啊。咁所以啲小朋友咧，能夠喺咁細嘅年紀裏面咧，能夠做到呢一樣嘢咧，我哋話都會感到驕傲嘅。